不整洁。对不对？你说那东西，那用。你这漆面做的很好，不像小厂家做。漆面能看出来吗？对呀，当然看出来。昨天顶都贴完了，贴的差不多了啊。大圣现在在贴这个门这块，前面还要贴吗？正驾驶、副驾驶？贴，还得买，还得看看去了。我不敢多买，买怕，怕成那年买完以后剩下的，今年不能糟践。就剩这块和这个门了，门车底，车底，对，为什么要粘在车底下？车底下这些座椅全都拿掉，地板。啊，你是说这种？地板胶还全拿掉。我以为你说粘在车底呢，底就是，你知道的，就是你趴在车底下那个底。我知道。原板，啥叫原板啊？也有两块那个。这也是原车的。嗯。原车的，啥叫原板？这就叫原板。这叫原板。对，一动没动，我搁这就看上去了，看着没？啊，原车，原板。嗯。我是大双，这段时间在家做指针隔音，然后呢把那个座椅都拆掉了。很多朋友们留言呢，说是哎呀大双，你看看你这个非法改装了，犯法了，上路被抓了，很多人在质疑啊。不用质疑了，因为咱们做指针呢必须把这座椅先拆掉，我改装是在合法范围之内的啊，座椅数不变。现在咱的座椅到了，订一套房车专用座椅，这台车就是给咱送座椅的，送货上门啊，在西安订那个订座的，现在往这来了。有好东西到了。几个？好东西到了，看这个座椅，这是我选的颜色，你也选这个颜色了吧？这不是给咱铺底穿车底用的东西，这纸盒有的是，先给爷爷。爷爷，给你纸壳。这个纸壳子大，让爷爷卖破烂儿吧。哇！没事，那个这样，这个扳手一往上一抬就拿出来了，薅出来了。啊。嗯。哎，你都知道了哈。对，因为跟咱们那个是一样的嘛。这是正常，你炒黄。哇，嘎不动啊，往上挑，别嘎着手。咋挑啊？往上挑着嘎，这么的你一拽就开了，你就不会用刀啊。可拉倒吧，我不信你会使。
对。这叫不会。好，加油。怎么弄开呀？好沉呢。你不要自己弄吗？舒适吗？这个？等会儿我调一调。商务款的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跟以前那个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嗯。这个在正好坐两个人也不挤哈、嗯，挺好。两个，四个，这两个是对上块，等于两个是吧？对。好。到、哎。能倒过去，倒过去吧。好可乐椅啊！啊，我这个座椅看着就很舒服的样子。很舒服啊。干豆又出去喝去、啊、回老家 啊这不到九十了。朋友们，座椅已经搬上去了，然后呢现在要做支架，底下这个我准备做一个箱子，做个抽拉式的那种箱子，带个滑轨，这边是冲匣，然后25高的一个箱子，去买材料。后边前面这块呢，前面这块我设计也是把这个支架换掉，座椅换掉，也换掉那种就是可以往后仰的那种座椅，可以调节角度的，这个是固定的，跑长途会很累。然后这里呢支架我也得换，准备在这个位置安上采暖。我看看这宽度是多少，把这尺寸量出来，宽度是照着这样，太大了也不行，六十四根，4×6=24，2米4，2米4，你差不多出溜，稍微量一尺了。宽度呢？60，这个是40，40四根，44=16，16×2米4，反正刚才算了是4根，买5根，哎，一共5根方管行了。跟我爸去，我们去买钢管去。轻吧，这个找2×3的吧，太宽了，占空间。朋友们，咱们去那个钢材市场，去的有点晚，然后呢，材料不全啊，那块材料不全，因为我家离那个钢材厂比较近的钢材市场材料不全，然后有个远的已经下班了。然后就得等到明天了。今天就把这个底下先接起来吧，把地板接起来以后，然后把里边的指针呢还有隔音呢做一遍，因为里边指针和隔音没做呢，然后等到明天那个上班以后再去买那个材料去。就是今天椅子是安不上了啊，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问啊，就是说这个指针啊有什么作用，这个指针呢能降噪，就是外边车外边的噪音呢，它能那个能减轻一些，然后呢还能减少共振，因为都是铁的嘛，都是铁件，车那个共振呢在跑的过程中会大，但是沾上它以后会减轻很多。就这样吧，今天这个视频，哎，今天这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，然后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了。